这个化石啊，是我们在这个大青山偶然发现的。当初在野外，我们只知道它是个吃肉的，因为我们看见它前面的牙齿，这儿这个地方露在外边的。然后回来一修理出来，哎呦，我就发现它这个地方有个窝，我就正好我看过这类标本，我就认出来，这类东西和南非的一种叫 Euchambersia 叫真钱波兽，长得很像。而在南非，这个属已经发现了将近100年了，但到现在为止只发现了2件标本。我们没想到找这一个更完整的第3件标本是在中国找着了。